见，他曾是一个柔软的萌宝，如今已成为玉树临风的翩翩少年。有些相逢，在交错的瞬间，就注定不凡。踏着追梦之路，怀揣赤子之心，在最好的17岁，少年王俊凯邂逅超少年。剧组的故事枯燥而精彩，枯燥是日复一日的 action， 没完没了的 cut， 一页一页的剧本，一顿一顿的泡面，精彩是摄影机转动刻录时光，化作令人赞叹的电光幻影，为无数观众送去美好的体验。精彩更是历时近2个月，专程2地，跨越2000余公里的拍摄期间，那每一滴汗水，每一次疼痛，将我们的少年打磨成更加优秀的超少年。我是一个演员，看似简单的6个字，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。超少年密码是超人气团体 TFBOYS 首次担任主角的长篇影视作品，也是小凯从少年偶像再次蜕变的起点。在2个地方拍摄嘛，然后在厦门的时候，长安就是王俊凯刚开始演出的时候都还很生嫩这样子，然后就真的很像小孩子。可是等到我们来回北京来拍，都不晓得是过了几天的沉淀还怎么样，就是突然觉得他是慢熟型的人，然后整个演技有大爆发这样子，这倒让我蛮意外的这样。是个怪物，怪物怪物，你们知道什么是怪物吗？我们可以
给到他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每一场在演的过程当中，导演也好，还是整个工作人员在跟他讲戏的时候，他都很认真的去听，然后创作上面他有自己的独特的一些想法啊，这是演员应该特别就是需要具备的，他自己掌握得很好，而且他特别努力投入角色，就是一旦导演喊开始的时候，他能够立刻的找到人物的感觉。上我怎么戴墨镜呢？啊，有怕摔了大家。小了，我看到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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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老板去的时候，他们有自己的想法，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才没办法。在厦门的时候，长安就是王俊凯刚开始演出的时候都还很生嫩这样子，然后就真的很像小孩子。可是等到我们来回北京来拍，都不晓得是过了几天的沉淀还怎么样，就是突然觉得他是慢熟型的人，然后整个演技有大爆发这样子，这倒让我蛮意外的。这样，这是个怪物，怪物，怪物，你们知道什么是怪物吗？简单的六个字，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。超少年密码是超人气团体 TFBOYS 首次担任主角的长篇影视作品，也是小凯从少年偶像再次蜕变的起点。